柏芝机场打游击被记者。风之传分变到依家接近一个月啦。前晚有消息话柏芝会带两个仔飞去米兰散心，不过最终梗系影都冇啦。原来佢真系订咗机票寻日飞噶，只系见太多记者喺机场，先改听日凌晨一点机飞去米兰。今次同行噶仲有两个细佬，经理人同 Lucas。至于 Quintus 就交俾朋友照顾啦。而休息咗五日嘅霆锋，寻日继续喺大马港拍逆战，电影公司仲特登喺拍摄嘅现场围晒木板，唔俾记者采访。